这位卡米尔先生也是克瓦特罗上位重要的人呢。奥古斯塔研究所，村与凤的地方吗？不只是卡米尔，不能再让旧时代的人类把拥有大好未来的人们当道具使用啊！老人不能再用年轻人。不唔丢，你是对那个男人感兴趣？不可以吗？我喜欢他，夏雅拥有吸引的魅力，这一点我也承认。而且你似乎是个聪明小孩，我不认为你会受到他不好的影响，是吗？库瓦特罗最喜欢小孩子。在称赞我吗？抱歉，胡佐，我对你感到很期待。曾经跟夏雅战斗过的人，无论如何都会带着偏见看他。这支部队有像你这样直率的人在，实在是太好了。阿姆罗人真不错。是哦，夏雅的事情先摆在一旁。这也是命运吗？是醋啊！别那样，蜜雪儿，你找我们是吗？醋，我们曾经待过那里呗吧？啊？原来你在这儿啊？干嘛？倒不是有很重要的事。这群人人真好，可以到处揪人呢、啊。刚刚看完 A 片而已，所以我要自己吃。难不成蜜雪儿跟约拿是情侣吗？你这笑话很难笑。那我也有机会喽，我也是。约拿少尉跟蜜雪儿小姐都产生反感。有笨蛋在就会比较好。真是学不乖呢。什么？不告诉我？画风都变了。对啊，卡米尔，夏雅叛乱的时候你在哪里啊？结果来说，不止没能阻止那个人，甚至还失去了阿穆罗。居然想把那样子的我当成新人类的样本，毫无意义的不只有这个研究所跟联邦。其实阿克西斯差点掉到地上，拉普拉斯之河的真相被揭开，世界也没有任何改变。你累了？罗莎米亚，村与凤呢？
对蜘蛛人预告没什么看法呀，反正应该就是会三当堂堂吧。扑及什么？对奇迹之子来说，奥古斯塔应该没有好的回忆吧？嗯，嗯，披中百吉，阿姆罗真是太勇敢了，开着钢弹来。约拿，拜托你了。才刚改过，就看看你行不行啦，约拿。其实也是卡萨斯耶，为什么 NT 到现在都没有出 NG？ 他就是牛钢啊，用牛钢的骨架应该很好做啊。剑士敢硬碰，阿姆罗先生，你不是幻觉对吧？对新人类来讲，看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呀。既然敏感的女男人呢、啊？
当然要打他呀，用揍的。NK2 哇哦，三代同堂啊。布莱德，胡说小弟。为什么 V 钢弹的 size 看起来这么的不像 Q 版的、啊？然后越来越不像 Q 版的。感人的祖孙现场，卡密尔，你应该已经不需要我了。这样就少一个牵挂，这样就行了。库瓦特罗。在自怜自爱当中，踢，
ます。零弹炮。来吧，真是太勇敢了，开着初代就来。嗯，哇，钢弹。怕了是吧？魔大，发现 NT 冲过去的那个分镜跟钢弹是一模一样的，都有一个冲过去的卡，然后的角度都一样，他是不是故意的啊？省经费吗？我觉得是故意的，我觉得有点故意要把它做的是一样。你看这个拔剑的，他有一个这样子跑过去的，哎，这个这样子，但是他会抽格。
给你看光速军刀的，这角度是一样的。拔剑，然后，对，一样啊，只是他没有抛物线，他直接冲过去，然后没有抽格。哎呀，连续攻击来了。我来看一下 NK2 他，那 NK2 的那个什么光速军刀呢，是不是也一样呢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看一下胡说小弟的，晚安了。
と信じているなら、さあ、前に入って、これで決める。怕了吧？昂贵的玩具。至高拳，这听起来就超动漫风。Scorpion。祖鲁看起来跟德军超像，
为什么这么着急呢？而且愿意挺身战斗，歇斯底里的少年，哈好烦，靠北。这到底是 NS 的那个什么处理太慢了还是什么？没有啊，就是
还是比较习惯 SD 的矮短版，这个越来越长。谢阿兹纳布打，我想打你。沉默不语跟逃避没两样。Come here。因为那台钢弹的关系 ，NT 突然走回来讲，咦，你是约拿巴斯特少尉队吧？我在你奋战的模样里看见了一只鸟，受伤的鸟拼命拍打翅膀。试着思考，永远都想不到啊！终于，梅塔斯，那就是新的战斗。战舰追加特殊能力修理，梅塔斯，
秘密光碟。总获得 credit 达100万。送零件，范围修复系统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没什么用，看。一个地图只用一次，这个黑鸟，有又是 extra。来访者，哇靠！花组成员，现在连这台都有，樱花大战呢、欸。帝国华集团花组对手，
帝国花集团的机体真的可以打得赢这个吗？我没有唱歌，对啊，这配乐应该要用那个他们的那个歌舞伎的音乐吧，应该是要用他们那个滑稽团的那个音乐，应该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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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是因为团长不会唱歌吧？哎呀，为什么会有你？为什么是两只放在一块？是陀螺，不是悠悠。哇，干，伤得真重。按照这个逻辑，这个雷霆五号真脆弱。雷霆火箭炮。拍手，要挂，要挂。潜力发动。我没有远程攻击。
快要挂啦。快要挂了。需要到。又来，又来！哇，总共几台啊？嘟嘟，贝托利加。阿姆罗，哎呀，什么？
所以没有办法买 DLC， 你一定要买 DLC 才可以用他们就对了。烦欸。好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晚安了，先这样了。